收。日本的，突然讲话，这是日本的，这个台湾目前买不到。好用吗？好用，你看它是护唇膏，可是又有颜色。人家涂口红，嘴巴都很长。人中拉人中，你们敢截图试试看？等一下借我。好哦。哦，我今天这样。根据现行全民健保法规定。民众如果在海外发生不可预期的紧急伤病，应于门急诊当日及出院日起六个月内申请核退，每三个月就会公布当季门诊急诊住院的核退金额上限，不足上限者核实支付，超出上限者则只能取回上限的金额。健保海外核退新制在今年元旦上路之后，今天首次公告一到三日的核退上限，以门诊给付降幅54%最多，从去年的新台币2001元缩水至920元，预估今年将会减少大约1亿元的健保支出，将全数回归国内的医疗使用，预计将有3.6万人受到影响。健保署呼吁，健保的境外核对制度其实是补偿性质，而并非全额支付。民众如果要到医疗费用较高的欧美国家，应自行评估加买医疗保险，也提醒慢性病患者若要出国，应记得定期服用药物，以维护个人安全及健康。以上新闻由李学费编辑播报。我见健康检查，他说我的那个，他说我的就是都很漂亮，肝啊、脾脏、肝什么脾、肾脏都漂漂亮亮的。Welcome， 嗨，陈思安，嗨，你们刚刚拍什么？很丑吗？我拍你啊，很丑吗？没有很丑，我有偶包，没有偶包。你们可以听听看耳机的音量，好。我就听，我听听这个。我喜欢这家的耳机，你喜欢它？嗯、哦，很紧的、欸。哦，是很紧，没错。麦克风还没开，可是它低频很漂亮。哦哦。你看吧，专业的歌手来可以，不是听麦克风，就是去听耳机。有感觉，还有陈思安。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安。我们是有感 觉，我是吉他手北北，我是主唱安。我是伴舞安。我是伴舞安安的，伴舞安安，因为他们两个都叫安安嘛。对耶！我第一天跟大家在一起去那个，因为我们最近排一个舞台剧，叫《偷心情歌》。对，第一天排戏的时候，导演就说：“哎，安安，麻烦你过来一下。”我就以为在就两个人走出去。我说：“是到底是哪一个啊？”对对对。所以一个是大安，一个小安啊。所以现在到底怎么分？还是就叫戏里面的名字？现在我就叫戏里面的名字。我叫何伟。何伟，我是一个摄影师。摄影师何伟。然后我的作品叫做《看见》。爱情虽然这是假的，可是因为职业病，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在剧里面就是一个爱情的纪录片的导演，我很喜欢帮很多的情侣拍摄他们告白的时候的 moment。是你去偷拍人家，还是人家去找你拍？是那间餐厅。这故事是在一个很特别的餐厅里面，有一张很特别的桌子，然后这一张红色的告白桌，只要在上面告白，就一定会成功。哦，真的假的？对。然后我就是发现这个桌子之后，常常都会去，然后去那边帮他们记录。哦，那个肥肥跟安安，你们两个负责的是，听说你们有一直写歌，一直写歌，一直写歌。对，我们被那个一个礼拜要教3首歌，就是完全是边排练边被写歌追着跑。嗯，可是也刚好，因为我们在剧里面有、嗯、我们，因为我们两个是那个有感觉餐厅的员工，嗯，那家餐厅叫有感觉餐厅。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一人负责内场，一人负责外场。哦，对，然后刚好我们的角色跟每个那个演员都有，每个角色都有互动，嗯、那就是我们边演边了解剧情。那其实这样子写歌的话，也比较容易切中到底什么歌适合
适合在他们的心情里面。少来，还不是改来改去，边拍边写，然后又要改，还有办法。其实很厉害，很有才华，我没有睡觉的。总共有20首歌，真的没在睡觉。哦，就这个戏，总共有20首歌，都是原创。你们写的吗？全部都是有感觉乐团写的。是。所以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哎，走这个不是刚刚，哎，刚刚这个也很好，好吗？好好，这个叫天天情人节，因为是。因为刚刚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等一下要听陈势安的什么偷心情歌，哇哦！可是我没有偷心情歌啊，偷心情歌。拿吉，因为吉他带来的，因为那个肥肥现在手上拿吉他，对，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让他们得逞。哦，你以为你 order 就随时随地就有吗？没有，对，要给他们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再给他们那个。哎，那你刚刚讲说那个。很神奇的桌子，那你们那个神奇的桌子在进场或是散场的时候可以放一张在外面吗？其实我也蛮想的，我觉得要，可以给人家拍照，对不对？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你说这个戏就是要让那个就是快要可以告白，就是暧昧或是可以告白人去，嗯，然后就是哎，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嗯，然后就是去那个桌子拍，就是请谁拍照这样子，对对对，就说不定就会成功。所以我觉得好像进场或是散场就摆一张。所以那个人是你吧？那个你说最近需要缺一个桌子可以告白的，你有空吗？为了你我可以摆哦，我就直接道具组这个借我一下，然后直接把它扛出去。你们就布置一个就好了，我帮你服务，我们在旁边 stand by。我们员工，就想起请问你要单人套餐？哎，剧透，好拜乔三下。好的，这一次的这个剧名就叫做偷心情 歌，其实演员蛮多的哎，对，而且我觉得这次很酷，因为很多演员都是歌手，嗯，像我。然后像小男孩乐团的米菲，然后J2宣荣，嗯，然后林凡，对，所以，还有超酷的，所以就是全部都是很会唱歌的。那好，那我知道你们其实最基本就是啊，一定都会唱歌，所以唱歌对你们来讲不是问题。那我觉得在演戏呢，就是要就是唱歌一定没有问题。那演戏在这个过程里面有遇到什么瓶颈吗？就是哎，我好像不太，我就觉得啊，好像那个角色我进不去，超难的，我觉得是很大的挑战。你说演戏，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演员工，嗯嗯，然后。我们的台词其实一开始剧本里面没有写，就是可能写的比较少，嗯，就是要边演边创造台词这样子。就是导演就说，好，你们自己想，对，要自己先想一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排练的第一天，我们在后面模拟这边是一个厨房，嗯，然后这边是琉璃台，嗯，这边又有冰箱，嗯，我在切牛排，我在洗高丽菜，就全部都是要想象的，自己先想好，对。还好我的 partner 就是我们有很多剧场的专业演员带我们，嗯，然后他就会说，欸，你那个牛排拿去旁边煎一煎，我想说，哎，哇，他真的有这一句，就是根本就桌上都没有东西，但他会指使我做这件事情，让我知道说丢球给你，我正在这边切牛排，啊，对，引导你的，就慢慢的引导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真的要当作我在这个餐厅里面做任何事情都要，嗯，而不是我原本的身份。对，就是肥肥的。那安安呢？我觉得女安，因为你刚刚说唱歌这件事情，就是你很容易，对，没有，不一样，很难唱，完全是要带角色唱。对，而且那个念台词，念歌词的方法也跟平常唱歌，我觉得是完全不相同。因为你要要讲话讲一讲，然后又突然唱起歌来，要无缝接轨，我觉得这是最难的地方。然后情绪要一样。对。对，然后那个，因为唱歌这件事是用声音演戏，可是当我们整个人都在里面的时候，你的就是眼神、你的姿态都要在那个里面。我示范一次好不好？好。我觉得这杯水很好喝，对，就是都要是这么满的情绪、能量啦，能量很好喝。你们觉得呢？有用这样吗？好开心，就是有这种感觉，有用这样。因为我们是喜剧，我们是喜剧，对对对，哦，对对对，就是要花一点哦，因为你们是那个餐厅里面的员工，对对对，可能就是要很常要逗来的人笑什么的，对对，男安，我还好，我还好，我不需要，哎呀，怎么了？他演暖男，不用这样子，对对对，我是暖男，暖男，但差一点变渣男，对，因为我有两条感情线，然后我好像有让一位。
女主角受伤。谁呀、啊？米菲还是林凡？是，不是林凡？是另外一个，哦、是另外一个、哦，是宣荣啊，宣荣跟米菲两个，其中一个受伤、哦，然后其中一个后来我们在一起了。哦，但好不能讲，就是要进剧场才能可以。但是我保证是暖男，保证真的吗？还是你是游走在渣渣暖暖之间？我觉得好像，好像有一点渣渣暖暖。而且我觉得最，其实对我来说最难的，除了是感情戏的表演以外呢，我觉得边跳舞边唱歌也很难。真的，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这是要跳的舞真的太多了，舞步超难的，记得起来吗？死记。就是我，像我今天。难得就是因为有工作，我就没有他完蛋了。然后我就说、哦、我要唱个尾牙什么的，一回来他就说他完蛋了，因为我们今天排了新的舞蹈，可是我们下个礼拜下礼拜就要演哦。然后我就整个快崩溃这样。哎，不如你教教我们吧，你不是有你演很多音乐剧的经验？对啊，你看1月17号下个礼拜就要演了，还在改，真的压力很大。所以你的意思是没救是不是？没救，没救，不用教了，不用教了，你就只能硬记啊。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说我哦，有什么秘诀？对，就是我们这个下个礼拜就要演出。我的罩门是，我要听。不是，我的罩门是我看得到台下观众的表情。走这么近？我觉得这因为在国父纪念馆，对，我觉得这个蛮可怕的。像我不怕唱小巨蛋，可是很远，可是我怕唱hotel 的那种尾牙、哦，因为很靠近，你会看到每一个人的脸。然后像演舞台剧，对。我会害怕看到第一排人的样子。我跟你讲，一点都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你不是你啊，你是那个人，所以你不可以。你是何伟。对，你是何伟，你不是陈思安。你虽然你用着陈思安的身体，但其实你是你现在那个时候你是何伟、嗯、角色。对对对，是角色。我觉得角。像我之前就是演戏演到一个就太进去了，走火入魔，我就会变成那个里面那个入戏入戏，对，入戏太深，然后就用那个角色去写歌，就是、哦、就觉得天哪，怎么会这样？我是我，可是我又不是我，我又变成他了，就是我其实会被角色给影响。可其实这样我觉得蛮酷的，对啊，我一直都很想要脱离陈思安的生活，去尝试另外一个人的生活。你看这是不是？他有一种神秘的魅力，可以演别人，对，然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的私底下性格，我还有一个是我看不到，这所以我有一个，哎，刚刚那是，刚那是你们的歌，对不对？是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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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这部戏的其中一首歌，叫做《我好想做自己》。对 对, 对，我在戏里面是米菲唱的，哦，但是哦，所以你们会有原声带吗？应该，嗯，大家可能要去宽宏上面留言啦，金粉丝上去留言，金粉丝好想要原声带哦，好想要那个中南部的话，那个高雄话，嗯嗯，蛮多人想赶紧去留言啦，你等等，对对对，因为看完音乐剧，可能会就是会真的想要跟着一起唱，因为在台下的人他们就会，其实我觉得在台上真的就是，不要去想。台下的人在怎么看你、如果你去想象台下的人在怎么看你的时候，那个当下你就分心了，就出戏了，你一分心就出戏。然后因为在音乐剧它不像电影，它会哦就带一个镜头，其实它在台上它可以随意看任何一个人，可能那个菲菲或安安在讲话，但他就是爱陈山，他就只看陈山，也有可能你任何一个小我很压力的小发现哦，小小的细节就是都会被发现，所以我就觉得就诚实就好，就用你的角色去带领你自己就好啦。好，而且在台上你就不用再管导演了，就是上去你最好爱怎么演就怎么演。哦，我喜欢这一句，哦，我真的受益良多，太好了。可能导演在最后一天上台的时候会这样跟你们讲吧？对，就叫上台你们最大，就是你们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感觉现在还蛮欢乐的、啊，因为已经到最后阶段了，所以之前那种。一开始不熟，然后为了要培养默契，其实那时候有做任何的训练吗？我们有去上过舞台剧的课，上大概一个月吧。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有接触到舞台剧的感觉，就是会做很多声音，对，会有声音的练习，也有那种跟别人，可能我跟你转来转去，然后。我不能碰到你，然后速度会加快什么的，就是这一些感觉，旁边的人，我跟他之间的距离是怎么样？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训练是，就是你要
看着对方，你要觉得是透过去的那种看。可是因为一开始在训练这个时候，你会没有办法跳脱你自己。对对，就是我可能要跟你这样对眼。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会觉得说我还是我，然后我们就会尴尬。我知道，我知道，我之前就是卡在这里，因为我不敢看。那个我的男主角的眼睛，我男主角蔡明佑，然后我一看到眼睛很大，然后我就看、啊、然后我就一直笑一直笑，然后他生我的气，他说是我很好笑吗？那也太坏了吧！不是因为我真的一直笑，应该是我太坏，但我就是止不住，我就是因为我又害羞，我女生不好意思，我就做不了啊，我就只能用笑来掩饰我的不好意思跟我的害羞啊，然后结果我就看，然后看完就脸红了。我也有这个经验的，有没有？可是我是很敢看的人，嗯。可是问题是，女主角戴着放那个有颜色的眼镜，然后我就看着她眼睛，我就说，对不起，我无法看到你的灵魂深处，我看到放大片，可不可以就是阻碍？然后就是这个不太好，她说没关系，我们换一个牌子。透明的，超好笑。因为是宣荣还是米菲？是米菲，他超好笑，超可爱。因为他有时候会带有颜色，就会带放大的。然后说不好意思，我今天刚好就是心情觉得要带放大的，没关系，我明天换颜色的另外一个牌子。然后我就说啊、哦，我都没有看过你真实的眼睛。所以目前哪一个牌子是你最喜欢的？所以他都给你看哪一种？目前是那个 Bosch and Lomb， 就是那个绿色的，这样大概是这样。哦、我想那是一个安全感，因为在舞台上真的只有你看得到而已，所以他觉得绿色眼睛最可以勾引你。或许，所以你们就是都已经完全没有那种尴尬的感觉。没有了，可是一开始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 moment 是会让人家觉得哇好跳天，然后停在那里，就是甜到快要有吻戏，可是没有吻戏，然后我就跟导演说。导演，我们要不要加场吻戏？导演说不行，说不定明天就变了，明天就进下去哦。希望 ，anyway 就没有，就是有一点福利又没有那个福利这样的状态。然后，所以他觉得亲是福利哦。我们也很乐。导演听到了吗？看到这件事哦。我知道陈升到底是要亲谁呀？我很懂，好想看，好想看哦。想要哎，我跟你讲，演戏演到最后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你有入戏。对，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前面酝酿那么久，我追你那么久，然后我没有一个 ending 说，哦，我们在一起了。但是你知道吗？那个很好看。我觉得导演就是要那个，就是因为亲下去就哦，哎，就没了。哦，对，就事情就这样交在那边，交代完就在那边。可是那个感觉就是。这边有人说不能亲。对，是不是一定是粉丝？是男生会一直被悬在那个地方，就是。然后我刚开始还一直看着，很想跟他说，你可以借我抱一下吗？因为那时候不太熟，然后我们要快速入戏，所以就拥抱。然后后来我不敢问，我就不敢问。对，那好，万一我今天哎，所以那后来你们的戏里面有拥抱吗？没有到拥抱，可是就是那种 不小心误打误撞，然后很靠近。你这样被透露太多，这个可能下礼拜会不会？因为你永远都猜不到我们用哪一个 pose， 说不定我是吊钢丝从上面这样不小心靠近，你知道？飞机有很多可能。对，所以国父纪念馆可以吊钢丝吗？吗？哎、欸，可以是不是？可以哦，真的假的？可以哦，前金马奖的吊钩。好的，所以有感觉餐厅里面会有一个钢丝吗？重点是有感觉餐厅不会有钢丝，就是拉的人还是那个员工们，对，然后很累，在旁边快点呐，在旁边拉，好累呀，员工都很瘦，到底要不要亲？然后那个被吊人要说啊，好，听到差不多啊，多一点，多一点啊，少一点，少一点的，不能真的亲，所以这是刚刚那个肥肥跟他说是你们第一次吗？第一次演戏就是之前的音乐剧，音乐剧我演过电影，我演过偶像剧，所以是不是不太一样？差很多，因为电影跟偶像剧你都可以卡，对，然后你的情绪是很浓很浓的爆发，然后就可以停了。可是这个是一个长久的战争，你们是有多强？我们一个小时半，对，一个半，有40分钟，一个小时哦。快两个小时吧，差不多。加中没有加中场休息，有加中场休息1个小时40分钟，不加哦，不加，那就差不多2个小时，就快两个小时。对，然后你从一
一走出来的那一秒开始，你就是要后要入戏，完全变一个人。到你离开那个，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挑战。嗯，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后台就要酝酿。哎，何伟可以帮我拍一张吗？有啊，那导演突然间叫我试这样，我突然想到我是何伟。对，你在里面，在那个场子里，就是你会觉得很出戏。对啊，我那个时候演的时候，我在做梦的时候，我都梦到我跟大家在一起，而且我已经演完了，就是很就是因为每一天我们是啊，今天 call 几点，然后几点，就整天是腻在一起。对，我们也是哎、欸，对啊，我是做梦在玩练舞。梦到有梦十点，对啊，哦，很久哎，因为我还没练起来，所以就梦到变噩梦了。可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是因为舞这件事实在太难，可是大家一起克服这件事情的那个有一个向心。我们要补习班，对，然后我觉得我们都是自己开的，对，十点开始，一开始为了他，对，然后我就直接插句说我也要一起，对，因为然后变林凡，对对对，然后林凡也一起，然后后来我们就整组又开补习班，这样，我们家就自己加开补习班，因为我们的舞蹈太疯狂了。我们几乎什么形式的舞都，像我要跳街舞，然后我要跟宣荣跳 Tango， 然后我们有百老汇 Broadway 的那种大动作的舞蹈，然后群舞，然后他们也很惨，很喘，他们还要跳像 Lady Gaga 的，还有那种像现代舞的东西，嗯，我们都是第一次。跳舞也是第一次演戏，所以真的是一大挑战。好紧张哦，好紧张。我想从此应该就有那个阴影了。不要不要不要，谢谢，不要了。我也因为跟大家在一起的感觉很开心啦，对，就是第一天跟最后一天感觉差很多。哎、欸，那我问你，万一哦，万一就是有一个人在台上就是跳错。可能用别的动作把它带过。就假装，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子，我没有整排就是所有人从第一集到啊第一场到最后一场这样顺排下去，然后那个舞蹈是你排教的那一天，是因为我刚好有个尾牙商业，我就没有去，然后之后我一回来，他们就多了那一 part 的舞蹈，而且我要跳，就跟今天一样，而且是三个人而已，但是又有三个人，就是说你如果是十个人的就没差，可是三个你跳错也不对，跳一定要跳对，因为我跳错很明显，好笑哦。然后结果整排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到那个 part， 我就这样子看着对方，我就拍拍他的肩，然后我就这样，就是你在那里，然后另外一个就三个嘛，一个在唱，另外一个跟我跳一样，他跳完吧，他就看到我这样，你怎么配？然后继续跳，然后下来说，哎、欸，你厉害，厉害，完全不违和，就自己在那边，对，好像真的在演，状态像你的戏，那其实是我放戏了，因为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对。好，那再来问一下，刚演员真的每一天都腻在一起，其实要讲一些难忘或者是好笑的事情，其实真的好像讲也讲不完，太多了。对，就是你们刚三个人坐在这边，我都仿佛感觉我就在你们的那个，在跟你们一起，可以感受到，就觉得陈山很会形容。对。那因为刚刚有答应听众，就是他们就是很想要听那个偷心情歌，嗯，对啊。所以是这个是主题曲，对，所以可以让大家听听看，对不对？好啊，而且它就叫做《偷心情歌》，来吧来吧，今天又是不一样的版本的，是偷心情歌还是偷心情歌？是偷心情歌没有？偷心情有这个的歌，对，偷心情歌，偷心情歌。
界，每人都有自己穿的贴身出战旗的宝贝。版本不一样，还是群舞，一个人跳都完了。而且舞台有两层，还有楼上。对，楼上跟楼下。对，所以有些还要跑上去。还跳斜的。对啊。对。群舞最难，就是因为我们可能每个人学老师的动作，可是每个人解读的不一样。有自己的诠释。所以最后还是大家都要聚在一起，然后对每一个细节，就是手这个角度到底是多高，慢拍都不行。脚步到底哪一个是往前，往前跨这样子。我感觉有很多。不会，因为我觉得演音乐剧在台上真的不是，因为那个不是演唱会，今天不是我自己要表演，但因为我跟我的伙伴一起，我今天带着我的角色，然后跟我旁边的人，所以其实就是一起，大家是共同在一起，然后创造一个故事，然后都因为都在里面，所以我真的觉得那个凝聚力，然后跟那股气，我觉得这就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小姐姐在后面举什么牌子？还有一分钟、好的，就是很开心你们今天来《偷心情歌》的这个音乐剧。我觉得刚刚听你们一点点，我觉得完全听不够，会很想让人再继续听。如果再加上跳舞，感觉会更澎湃，因为刚听完就感觉是开场，就很正面，就很想OK 下一幕。对，到底那张桌子到底是怎么了？好，那要跟大家说一下时间跟地点。1月27号还有28号？27号是晚上7点半，28号是中午2点半。对，那我们在国父纪念馆。一定要来哦！很牛排5分熟，谢谢。对，5分熟。好的。今天林凡没有来，原本想问说他有什么糗事的，还有感情线哦，而且跟他本人差很多。对，真的，我超期待的，一定要来看他，好可爱哦。对，好的，期待，祝《偷心情歌》演出成功，票卖光光，谢谢大家来支持我们，谢谢陈思爱，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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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南部餐厅，直接拜拜。他是主动的，哦，他是最就是。跟人家告白的，他的感情线是他主动的那个，超酷，我超想看这个，他演得很好。哦，真的，我没有看过他演戏，还不错。可是跟他，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也蛮就是害怕，对，跟他本人有点不是很像，很惊啊，对。可是后来他就一入戏就有了。哦，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就是都就是对于那个演戏，就是在角色里面那个，其实都就都蛮已经好好。对，我有跟你一样的瓶子，可是我是那个苍蝇的眼睛的颜色。我知道，我喜欢你的眼睛，我不是苍蝇的眼睛，蓝色孔雀，对。我之前就是想要哪一个，我很喜欢的，我有两个，还有一个是白色的木纹。哦，对，白色木纹很有品味。谢谢。哎，这边有人想安可哎。安可，我看一下，我现在等一下哦，否这边唱就好了。好，可以。好，反正他们都在嘛。对啊。你看肥肥鸡，他从进来都没有拿下来，他随时 ready。我怕坏掉，一定要拿着。有感觉，这是有感觉。餐厅的两个，一个内场，一个外场。然后这边有一个摄影师。好啊，好啊。前面是。好啊，前面是。
我唱，他们已经在讨论要唱什么歌了。而且你刚刚有没有发现陈思安访问里面有一个重点，他尾牙好多。对啊，他一直在尾牙，又不一样，尾牙又不一样。不是啦，就尾牙气候。回来，那他有请大家喝饮料吗？你去尾牙，你有回来有请大家喝饮料吗？有，他有请大家吃饮料送给你。好，可以，可以，可以，胖了一圈。他们其实是请到所有的女艺人都在怪我，胖一圈了，这个陈思安啊。然后全部都怪我说他吃太多零食胖了。他这样可以，他这样可以，多去接，多去接，对对对，这样回来才可以造福其他的人。所以算他是就是跟大家感情很好。我跟你讲，演完会空虚。我跟你讲，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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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会哭。好，讨论好了没？再上次爱吗？可以啊。好，那我就和就好。还是要唱你那一首？看我那首，那你们一起唱吗？我就把你和后面了。好，那唱我那一首。好啊，好，好，那叫什么名字？叫。最后一句抱歉，最后一句抱歉，最后一句抱歉，什么？最后一句抱歉是在决定要跟哪个女子在一起的时候唱的歌吗？因为这个剧就是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个他的心情曲。好有品味哦！完全就是完全两个都好有品味，讲到重点了。天啊，我们的内容好讨厌，我们怎么一直这样？讨厌的，好，来吧，来吧，来吧，好好好。总是无怨无悔，到底又是谁在依赖谁？最后一句抱歉，已经没办法往前。原谅我没发现，这么多年，早在什么时候，你的心已经被我牵。抱歉，我留不住。的美，说什么都不对，捧起泪水都无法再欺骗，清楚看见。你这种观众怎么？对，我跟你说最可怕的是，我又认识那个人，怎么办？切换不了主题，你下一秒就要跳现代舞的感觉。对对对，很好听。我跟你讲，陈思安就是有，就我跟你讲，会唱歌的人就是这样，他可以让你看得到颜色。它可以让你闻得到味道。它刚刚我根本不知道你。对，刚刚大概是介于 Chanel 跟 Hermes 中间的。闻到。就是会有一个，它就是会创造一个空间给你。它的声音就是里面就是会这样。就谢谢你们三个来，虽然我还没有看过它真正的场景，但因为你们一唱歌，我们就好像就在好像进到了里面去。偷窥情歌。对呀、啊，我刚刚就说好听到一个极致，然后说访问太短了，然后就哭啊。没关系，下礼拜可以来看我们演戏。对，一个27、28，对，请去国父纪念馆，带你喜欢的人去。卖票哪边卖票？哦，卖票宽宏。对，宽宏
昌隆艺术，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来哦，来哦，二七二八，全台大富 OK 便利超商都可以买哦。好，拜拜。好的，谢谢你们来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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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抱歉，最后一句拜拜，好可怜哦，还跟人家抱歉哎，我要不要按了？好啊。